右边的耳朵那痛啊，又看到那个长江上下了，那一片那个地啊，那片水啊，哎，我看到一个小船，小船呐、啊，小船呢也是，好像这个镜头很熟悉，那个鸬鹚啊，就那个抓鱼的，上次说抓不到不见小鱼了。都那些老弱病残的，哎，后来慢慢开始有小鱼了呀，慢慢开始有小鱼了呀，生长起来了呀，哎呀，是阎王救了他们呀，是阎王开通了一个通道啊，哎呀，一个通道，耳朵啊，耳朵就是一个通道嘛。是阎王啊，叫那个龙啊，把通道开通以后，地下水贯通以后，那些小鱼啊又开始生长了，生态慢慢恢复了，那小鱼生长了。之前我们讲有一段时间就都是那老弱病残的那种鱼啊，小鱼就没再生产了，生长了，现在慢慢生长了，哦，生态环境恢复了，这是就是贯通以后，这是未来的事情啊。下面那个三峡大坝下面水贯通以后，又开始生长了。好，再见啊。